有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加沙医院到底谁炸的。这一次中俄伊利用加沙医院这个事，实际上挑起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再加上地面的各种所谓的冲击美国大使馆，甚至制造这种恐慌，它是一种打心理战，吓唬拜登不敢去特拉维夫。但是拜登还是确实是有勇气的，在这个时候依然直接抵达特拉维夫，一点事都没有，并且还几点召开记者召会，声明就是记者发布会，和特拉维夫在特拉维夫和内塔尼亚胡开会议，这个开完秘密会议以后，专门公开记者发布会，这就是向所有的美国的敌人宣誓。这个说白了，没有这金刚钻，不然这瓷器活就艺高人胆大。我们昨天说了，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分子一定是要搞票大的。如果吓得拜登这个空军一号都不敢着陆，或者甚至用火箭弹、用各种导弹，在这种乱局下，你看这是一种乱局。你像去波兰，如果拜登的飞机被骚扰了，那别人都知道是俄罗斯。但是在这种乱局之下，任何一个恐怖组织，他干了就干了，美国还拿他没办法。他不像如果是俄罗斯，他说你别动，动了待会儿引起核战争。但在这种混乱的局势里头，就跟泥潭一样。说实话，以色列那一次能够10月7号能渗透，那就表明以色列是不安全的。在这种情况，别人到那里，还在头一天，伊朗发动的全部的除了以色列周围的这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在反美，都在冲击美国大使馆。这里头也是给拜登施加一个巨大压力，说你别去了，万一大使馆出现班加西事情，又死了人怎么办？万一很多种万一，甚至他们扔炸弹怎么办？扔火箭弹、扔导弹怎么办？都是你拜登去的，美国的那孤立主义，他就绝对会利用这个事做文章，100%。回头说，大使馆死人了，都是你拜登在那里，你在凑啥热闹？在啥？就这逻辑在这里。但拜登去了也没啥事，大家看。然后在最需要、最关键的时刻，说白了，加沙医院还有这么一件事，他们先入为主，他已经发动了一场舆论战，中共的、俄罗斯的，中共控制啥？控制的社交媒体就很多，什么 TikTok 全都是这些啊，去看什么以色列炸了加沙医院呐，造成人道灾难了。阿拉伯这么多国家都在谴责，都说是以色列炸的。给人一讲，全世界都在反美，都在反以色列、反犹太人那种感觉。拜登明确说，这个不是以色列炸的，是哈马斯或者是伊斯兰、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其他团队造成的，跟以色列没关系。你要知道，在这种危机时刻表这个态，那就是点火，大家知道吗？一般那肯定是因为对美国总统来说，他底下的安全团队可能有些竞选的说，你要小心啊，这东西也因小失大，然后造成不可收场，那怎么办？如果被反对党利用，那不是很麻烦？因为美国的媒体又失控，又不是说总统能控制的。万一你表态表错了，实际上是万一，就是这个万一，你也没到现场去看过。你看，这都是有风险的，大家看啊。所以我们一直说作用力反作用力，你千万别以为好像当个总统就没事，就好像总统有特勤局的保护就那个。你这里头你要知道一点，因为对美国是法律，就算你当了总统，未来如果说别说你拜登故意点这个火，故意挑起战争，故意的，啥都故意的，然后调查发现这你们自导自演，就像那个江峰那些，就是美国以色列自导自演，故意挑起人道灾难等等，这一系列帽子往上一扣，你说是不是？大家想想，舆论战千万别以为它只今天打完就结束，它后面会持续的不断的，每天都会那个，你每天都要应对，每天都会，不可能给你一个清晰的看得一清二楚的东西，一清二楚的东西说实话也有可能是假的，都需要判断，每一次决策都是带着风险的。千万意思就是别以为啊，做个总统，做个以色列总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世界第三第四军事强国，好像就没风险一样。昨天普京说他们都是临时工，民主国家的总统都是临时工，随时下去以后我就收拾你。像他们，像习，像普京，这叫做世界领袖，才叫做领袖。为啥？他们永远不下台，承诺的东西给你兑现，临时工承诺的兑现不了，就这意思。临时工啥意思？等你下去了，他们领袖再来收拾临时工。这是一个，所以啊，这就是啊，在任何这种时刻，大家要看清楚，每一次判断它都是带着风险，巨大的风险。就职位越高，责任越大，风险越大。对于内塔尼亚胡，如果心理承受力不够，底下人说，对于拜登也是，约旦取消了峰会，约旦冲击以色列大使馆，然后埃及冲击，伊拉克也在冲击，土耳其也在，然后这里又要炸以色列的那个什么教堂，就是那个德国，这里无数起说什么在这里暴有的什么，甚至暗杀以色列犹太人，在这些所有的报告上来的时候，你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弱一点，我跟你说，绝对崩盘，算了，咱别玩了，好不好？太累了。然后他再发动一堆人，你心理战，强烈谴责，然后一堆人打电话给拜登或者给内塔尼亚胡，甚至都是他身边的人，哭着闹着喊，你干嘛要去那里啊？然后有的甚至直接发一些很惨的这种视频，这些都是心理战。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认知与之战里头所有的。你看这一次就真正的告诉大家，你看我们在去年就告诉大家，我们专门有几篇论文，我用那个论文给大家写，真正的是啥？就是所有的军事政治最后其实就是心理战，最后打到最后就是心理。
双方对阵双方的，你军事实力再强，你政治手腕再高，最后心理上输了你就结束，就是超限打的就是对方决策者的心理。美国曾经用这个方式成功把苏联给解体了，就是让巴乔夫心理崩盘彻底。中俄现在用这种方式，中俄也是对着西方，他们觉得西方这些国家领导人都属于临时工。什么叫临时工？就是不专业，明白吧？哎呀，最做个几年，说白了就跟那个泽连斯基，那泽连斯基也是心理上极其强大之人啊。说实话，路德社的观众在这几年下来，每天面对的都是中共打的心理战，对着严博士去，对着路德去，哎，对着无论在推特上那种不堪入目的，你像冠博士发的那些在骂，还是哈佛的博士，还有很多那种心理上打击，他就是对着你。你如果在乎那个，我给你，你绝对100%输掉去啊，100%就哎被他弄得很惨。所以在这就是我是深刻的有一种体会，对英国首相特拉斯就是承受不了心理战，那直接说白了，你这点说白了，内部人对他的那个他都受不了的话，你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德国那个总理说也是吓得趴在地上，就那种感觉，你就知道别人就是我们对聂卫平说的太对，打下围棋打的就是心理，关的就是对方下棋的时候心理。你只要乱了，我跟你说，后面100%每一盘都输。你看这个拜登内塔尼亚胡，在这种情况没有任何乱啊，不管昨天好像啊局势升级，那伊朗哈梅内伊，为什么哈梅内伊他是宗教领袖啊，给人感觉好像他什么大师的那种感觉，给啊你看这绝对是高人，甚至是这个真主的在地球的化身，那一定他们玩这个东西，就跟郭一样天天什么万佛万神，他都玩这玩意。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不起，我们之前告诉大家，习很信全真教那个什么，他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一个这东西，心理的一种暗示。所以你看啊，在今天你看，不仅仅是西方正义和邪恶，西方和东方之争，还有啥基督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共国的东正教世界，就那些是玩啥，伊斯兰世界东正教还有包括什么全真教，这些东西他玩啥，玩那种神秘主义，他玩那东西。东正教以前不是有个拉斯普京吗，都是玩神秘主义，但最终到底是科学赢，还是就是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你看昨天其实已经传递这个信号，你不管怎么地，昨天到处冲击来冲击去，但是他动不了美国的核心，就是美国的真正的科学的基础，科学的体系，航母的这实实在在作战群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他就玩心理战，明白不？那是实的。中共习今天在北京搞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它不就是也是一种传递一种心理暗示吗？就这东西没啥，用所谓的舆论宣传给你营造出一种氛围出来，然后呢打击对方，然后让自己的人在下面跟打了鸡血一样，他就玩这个。那真正他有这实力吗？一带一路说难听点，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有几个认他们的？没有，就自己一定要营造出一个营销的环境出来，对，虚张声势，就营销环境出来。你看我们这里热闹吧，这么多人，就跟他们搞传销一样，就这搞传销就这种玩法，一定要开大会，一定要喊口号，一定要做各种表彰，搞传销都嘛都这样。然后参加会议的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明年我也要站到上面去，拿个表彰，拿个什么什么什么皇冠或者是王者，这都是所有的这种欺骗，都是这种玩法。你啥时候看过美国的这种真正有实力的高科技公司，或者是你像什么雷神天天啊，我们把全球所有的招到雷神那里表彰一下，你看过洛克希勒马丁玩这玩意吗？没有，都是那些虚不拉几的东西，是产品，说白了就是什么只值1块钱，给你忽悠到1000、2000，然后给你10%返点，然后让你去发展，都是玩这玩意，就是庞氏骗局。说白了，中共这就是庞氏骗局，旁边呢就一堆大手，然后呢找一些托，这个托互相做托，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质。今天如果碧桂园美元债务还不了的话，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就他装什么装，知道吗？急，他玩心理，那你093417这么多，我们照样拿到，我们也给你打心理战，你抓得到吗？是不是这逻辑吗？除此之外，你这个戴夫的这些机密，他们都照样都知道吗？还有很多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文化几千年帝制文化，就所谓的帝王之术，就是玩的这个。我们一直说什么叫帝王之术，帝王之术就是玩心理，营造出一种氛围，营造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跟那个《投名状》里面那个李连杰演的，把他带到那个紫禁城，带他进去的，说这条路你看近在咫尺，但是我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花了30年啊。那个李连杰在战场上牛得很，大将军，跑那里一看，哇，慈禧坐在上面，那个阵仗给他一种威严的感觉，这就是威权统治，立马下跪，那就这种感觉，心理上立马挨了一截。说白了，他就李连杰就的功夫，如果当时男主人就那个功夫上去3步之内，这
当内可能就把那个干了，但是这就是心理上已经挨了，心理上已经跪下了。你再高的武功在那时候都没用，再高的能力，中共玩的就这个。我记得之前说啊，一仗之内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中国的所谓的帝王之术就是玩这个。所以你看，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心理永远的是驴拉磨磨拉驴，永远都是原地踏步，没有任何的科技的增长，文明的进步，别说什么人权了，更别说自由了，就说白了各种任何改变人优化人生活的科技一点点都没有。所以你看，这就是区别，就是伊斯兰世界东正教世界他们都是玩这个，东方所谓的为什么日本要脱亚入欧，亚是啥，就是这种玩这玩意，美国才不跟你玩这玩意，说白了西方是啥，就是玩实力。什么叫实力，昨天说你把这所有大使馆全冲了，你也影响不了美国一个汗毛，就连普京今天威胁说要对美国的航母轰炸，威胁说美国的航母小心点啊，我这里我们有米格31带着这个高超音速匕首可以来攻击，说是1000公里射程范围内，然后8倍音速你美国航母挡不住，来威胁美国航母。这是在北京说这话，就算你可以偷袭一次，但你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美国就一个航母就能是吧，何况你根本就你边都挨不着，说白了美国航母战斗群往那一组靠近都没法靠近，1000公里你看都看不到美国航母在哪里，你还匕首。所以说这普京也都是啊，说实话这一次就是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啊，这个阵营已经很清晰的分开，所有的招数都已经就是18般兵器，哪怕他们的72变都玩出73变出来，啥变化他都会出来，这一次18般兵器36招招招都会出来，这次真的是全球一盘局，大家看啊，是真的开始了，美国也已经全面准备好了。拜登见了内塔尼亚胡，关键的当然这个加沙医院事件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最终这个下达了应该是彻底开行绿灯，因为有一句话内塔尼亚胡向拜登做出了承诺，称他将在与哈马斯的战争期间尽一切努力保护平民的生命，有这句话就够了，拜登此行的任务也做到了，跟国会也得有的交代了，就这意思，就是仁至义尽。你们去看看那个，大家看看那个奥本海默的一个电影，要轰炸日本用那个原子弹之前他就做3件事，每一件事都得要做，做完了当时整个这个杜鲁门政府他的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对平民怎么交代，因为这原子弹一下去打平民肯定死伤无数，然后讨论来讨论去，讨论的结果第一必须得用，不用的话美军叫死几百万，如果用罗岛登陆的方式打日本，第二在用之前做3件事，第一跟天皇让他投降，宣布让他投降多少天之内，第二给当地所有民众通知离开远离，第三说就真心嘛，说就跟这一样，就这一样啥，不是对着平民去的，舆论宣传得到位，所有的虽然当时杜鲁门他到不了那个叫啥日本去前线，但是他也把奥本海默都叫过去了，叫到白宫啊，所有反对者奥本海默是不同意投的，而且这威力太大，这就是会死伤很多平民。当时他说他说奥本海默自己说嘛，他是打开了魔鬼的，他说他是魔鬼什么什么，杜鲁门一听很生气，知道吧，你心里想那你说我杜门也是魔鬼是不是，所以这里头就说这些做到位，那接下来可能就是这就是拜登要去现场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回头国会说啊，我已经去了，已经跟内塔尼亚胡都见了面，内塔尼亚胡已经承诺了，至于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承诺了就行，如果这一个流程不走，回头别人就会说他，所以拜登这次去应该是最后一个环节已经结束，已经处理完了，该交代的交代完了，肯定得跟底下的各种司令啊然后指挥者，你们要注意啊，保护好平民啊，就这意思，然后再成立一个机构快速救援平民，再拨一笔款救援平民，人道救援啊，就是说白了这做到位，该处理就处理了，接下来然后你看这几天也是所有的照样该布局布局，你要知道美国的军事行动军事部署全部都在启动中，美国是啥，一旦进入部署状态它会进入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级别，部署作战还是部署警戒，所有的咱们现在在这里做节目，说白了美国运输机各种各样的全部肯定都已经动起来，这就是实力运输啊。拜登同样的申请了1000亿美元让国会赶紧批支援以色列以及乌克兰，大家看什么叫有条不紊，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做真正的，你就看看，就是几十年前没有社交媒体没有自媒体啊，美国当时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应该都是这样有条不紊进行的，由于当时没有自媒体，所以呢大家很多信息都是偏实事，就是理解以及看的信息大都是中共加工过的，现在这一次你就切切实实的啊，由于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每走一步是怎么走，你说这种扎实的往前推进，你中俄有这本事能击溃得了美国的这种秩序吗，美国形成的那种国际秩序吗，就跟几百年前200-300年英国的那种阵仗当时打那种嘛，就当时义和团几十万人是吧，英法联军就是这样敲着鼓阵型一步步往前走，不管你怎么耍着杂耍又是拿着飞镖又什么在那里又喷火了又什么刀枪不入了，有用吗，没用，因为那是叫散兵游泳，那这里就是
是走着节奏，该步兵射击就射击，该炮击就炮击，说白了就这样，该骑兵上去骑兵上，最终结果是吧，你几十万都不管用，那都是一盘散沙。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说，你就可以看到真正可能24小时内可能或者48小时内就会开始，那就看伊朗中俄的反应了。如果黎巴嫩叙利亚加入，那就肯定是一起收拾。这个英法百年战争，哪怕拿破仑时期、英国时期，同时面对几方来敌，那多得去了。滑铁卢，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是在西点军校，都是教材版，就告诉大家永远要考虑有另外一方突然加入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你是100%如果突然有一方加入怎么办。滑铁卢就这个突发事件。滑铁卢是啥？就是拿破仑突然身体不舒服5分钟，局势他就休息了5分钟，回来的时候局势已经彻底变了。突然杀出一支部队来的时候他怎么办？就是你得充分考虑，这么多天那美国肯定是充分考虑所有的布局，一定要做 double 或者3倍或者4倍以上的备份，你才有这个把握。说白了，中国叫杀鸡焉用牛刀，美国就是我不仅要用牛刀，我要用坦克来杀这个鸡，就这意思。我大炮不能打蚊子，美国说我们用导弹打蚊子，就这意思，还不止一门大炮，因为我的生命比你更重要。所以文化的不一样，中国讲什么4两8千斤，美国讲我千斤来对你4两，你说到底谁赢吗？看先生，这个以色列这场战争它不一定这么快结束，记住啊，为什么呢？它不仅仅是加沙啊，但加沙的可能很快，可能最多什么10天20天就搞定，但是接下来对着伊朗解决叙利亚、黎巴嫩、伊朗，这才是美国航母战斗群两艘布置的真正的，说白了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解决伊朗。解决中俄之前要先把这个中东先给我解决了，才会放手解决中俄。大家看啊，这个除非他们有本事直接同时，就是现在就是接下来的走势有几种。一，加沙一定是先把加沙解决，第二可能就是黎巴嫩，第二步这都是以色列去解决黎巴嫩。叙利亚呢可能美军会出动，叙利亚是肯定是要解决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伊朗。在这个中间，中俄为了保一，他一定会很可能就是在波罗的海、波兰或者打立陶宛，就在那边搞事，然后呢要么就台湾或者东北亚搞。就如果是3场战同时开，同时开3场，就看美国能不能应对。如果美国应对不了，他就3场就同时来，因为3场他们觉得只要有1场赢了他们都是赢，另外2场也会赢。因为美国是啥？美国是秩序维护者，他只要有一场赢等于就把你的秩序给挑乱了。现在同时你看为什么今天我们待会录播节目还要讲这个碧桂园的事，这就是金融战。碧桂园的事接下来一系列对美国的，说白了就是各种债务危机要开始干，要开始打了。这也是你看就跟那个加沙医院一样，他们所有的打法就是先把自己弄残，你看我们死的好惨，都是你们干的，就跟那个病毒一样，他自己先武汉先弄完以后，你看我们中国才是最大的事，你看受了这么大的灾，然后你谴责他了，他说你看你还是不是人呢？就这逻辑，一个逻辑，他永远都是先弄死自己人，然后营造出一个氛围，实际上他是要弄死你。碧桂园也是一样，恒大都是一样，不要被他们所有东西给欺骗。碧桂园、恒大，包括未来融创一系列的，他会连锁反应，就目的就是对着美国，就跟那个加沙医院一样，他回头所有的宣传就对着美国来的。金融战，这是朝鲜金融战打法啊！我跟你说啊，你看接下来习跟普京见面，那绝对没好东西，后面他一定是有大事，有接下来的事情出来的。他只有3个地方同时开干，他才保得了伊朗，否则他是保不了的。就伊朗现在已经是问中周边没有通道了，已经伊朗就是离波斯湾这红海这一边啊，就离中东这一片，让他没有彻底影响力。他可能会往阿富汗那边跑，他这个邪恶政权往土库曼斯坦那边跑，但是离中东这边可能啊，伊朗这个政权可能会最终是打游击啊，就跟那个塔利班一样打游击，但是他想在中东再有任何的实力去干涉，估计就挺难。这必须得这个解决，因为这个中东这个局势，这个第一是石油，第二它是宗教，第三本身这你看是关键的苏伊士运河啊等等这一些所有的航道的中心，第四它这里一点燃，如果不能控制局势，它往北那就巴尔干，巴尔干那是更乱的地，那里的人杀人呢就是那种乱战的水平，大家科索沃那是残酷程度比中东要更惨。科索沃当年就是巴尔干地区的那人的高加索地区，巴尔干地区那打仗的疯狂程度比中东厉害多了，我跟你说那都是斯拉夫的那种性格，都战斗民族。就往北那就巴尔干，那里才是真正的火药桶。巴尔干你看匈牙利、塞尔维亚这次都跑到一带一路啊，表决心，这就是要在那里，因为那个地方开干的话直接影响欧洲，并且俄罗斯是立马可以支援。所以在这几个区域，就中东就是说实话穆斯林他们就是也就是打打老百姓，就是搞个恐怖可以，真正战场上一打，你以前你去看看那个阿拉伯的劳伦斯，你看看那片子，阿拉伯那汽
着马，骑着骆驼来，稍微炮响就跑了，都是属于这种。所以当时劳伦斯气得要死，整个为什么阿拉伯民族怎么这么那个啊？不经打，觉得很神奇，知道吧？阿拉伯部落全都是部落，全是住帐篷的，几百个部落要把它统一起来，就统一不起来，联合不起来。但是你去看看那一边，当年南斯拉夫把希特勒啊那个铁托搞，那都是很狼狈不堪，那是真的能打仗的，那就那一块啊。一带一路，你看匈牙利登场，塞尔维亚，这都是他们埋的词。所以这个这里面真正的局势，很可能下一个就是高加索地区和巴尔干地区。匈牙利昨天总统这个欧尔班表态，绝对没这么简单，就是要在巴尔干、东欧地区、中欧地区搞事，出这是征兆。